我想講一段關係咧，咁佢開始嘅時候係好輕鬆咁樣進場咯，好似咁但係中間嘅經歷咧就結集咗，好似一個好大嚿嘅石，好沉重，好難移動咁樣咯。咁你好似好想走，但係又有啲嘢扯住你走唔曬咁，咁一種好似好難離開嘅狀態咁樣咯。每日音樂就好像在一些差的條件之下，我們都嘗試去擺動身體，將個情感交回在個身體上，去感受那個片刻的放鬆。